大胆吗？系指得鸡蛋，真系好核突啊！全身粒贵12,200，超级吸力，哇，超正！全自动清洁加空干，妥妥唔会再有异味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Yuki 靓仔 Manny， 呢部系大家熟悉嘅 Yokohama 洗地机，呢部系今年最新款 Double Clean 洗地机。好多朋友都问，究竟呢两部洗衣机有咩唔一样？今日我哋大测试一下，都系可杀式污水箱 ，Yokohama 一体式 Double Clean 分离式，两部唔同通水口，上边通水唔喷漏。而家我哋嚟试下两部机嘅吸力，成地都系番茄酱，两部机都一滴个。呢次 Double Clean 最犀利嘅就系自清洁空干。全自动清洁加空干，拖头唔会再有异味啦！洗完唔到两分钟，哇，一啲水都冇啊！成个拖头都干晒，洗完白雪雪，加大头发，系指得鸡蛋、辣椒油、咖啡，通通抌落去，真系好核突啊！全身粒贵12,200，超级吸力，邋遢通通都吸晒，劲啊！呢摊系封封成晚嘅咖啡渍，我哋睇下 Double Clean 有几劲，轻松捞一捞，风干咖啡渍都搞掂。屋拖地都 easy， 窿窿罅罅都吸得，完全唔会棘住头发。哇，好正啊！湿叠叠嘅猫毛一碌就吸晒，成摊公仔面一啲油渍都吸晒，掂。干湿分离污水箱清理超方便，可拆开水洗，方便又卫生。首款广东话洗地机，老人家都适用。Double Clean 洗地机，物超所值，唔买走宝啦！嗱声入手，工人姐姐都悭翻。